小姐。看着他们将货物搬走，文叔却也有些着急了。这可是大小姐的命根子，只要大小姐一句话，我老文就算身死当场，也要为大小姐守住这些货物。文叔切莫冲动。舒如烟却在劝他，然后低声说道：文叔，你可还记得上次服用的疗伤丹？自然记得。那可是二级四品丹药，你觉得整个天灵王国有几个人能炼制？舒如烟一席话顿时让得文叔身形一震，接着他也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那些人强取豪夺。周家本来只是王城一线家族，但是却出了一个数百年难得一遇的灵境强者，至此登上了王城四大家族之列，且没有人敢小觑周家，哪怕是天刀已经销声匿迹近百年时间。这就是绝对强者的威慑力，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承受不起一位灵境强者的怒火。只不过现在的周家也远不如从前了，毕竟没有天刀在家族坐镇，周家办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方便，争夺资源也远远不如其他三家。好在这一代出了一个周天威，能让周家得以喘息。若是日后周天威能够接任王城炼丹师工会总会长的位置的话，那周家还能鼎盛很长一段时间。你确定要过去吗？看着远处规模庞大的周府，舒心显得有些犹豫与不安。不过去我们来这干嘛？秦逸尘眉头一挑，挑衅了一句：你不会是怕了吧？谁怕了？舒心顿时就如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怒瞪了他一眼，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周府走去。但是才走了几步，光是看着那周府门口那对比人还高的石狮子，他就胆怯了，有些迈不开脚。秦逸尘轻笑了一声，也没有为难他，走在前面径直走向周府门口。站住！在门口他就被护卫给拦住了。劳烦两位大哥去通报周天卫周少一句，就说轩辕城有一位姓秦的故人来访。秦逸尘身段放得很低，说话的时候也朝着其中一个护卫递过去一个胀鼓鼓的钱袋。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何况只是进去通报一声就能获得上百枚银币。那护卫收了钱袋之后便走了进去。本来那个护卫也只是打算随便通报一声然后就出来，却没料到这位周家红得发紫的大少听到之后竟然直接就跟着他走了出来。这让得那个护卫手心有些冒汗，他还真没想到门口那看似平平无奇的少年竟然真是他们大少的朋友。他有点感觉那个钱袋有点烫手了。真的是你？周天卫走出来后便是看到对着他微笑的秦逸尘，眸子内顿时闪过了一抹意外。他可是记得这家伙放下豪言要做周家供奉，难道多日不见周兄风采依旧啊？秦逸尘笑嘻嘻地和他打招呼，自动忽略了那一直在擦汗的护卫，走过去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放松，他自然不会小气到收回那点银币。眼前的一幕确实让舒心看傻了眼，嘴巴张开的几乎能塞下一个鸡蛋，美眸内透露出浓浓的不可置信。这家伙竟然真的认识周天卫。进去坐坐。周天威虽然不明白为什么秦逸尘在这个时候来找自己，但是却也不敢小看眼前这个比自己小的少年。他很清楚这家伙的天赋在自己之上。进去就不必了，不过现在却有点麻烦事儿，需要周兄帮个忙。秦逸尘脸上带着一抹神秘莫测的笑意。麻烦事？周天威微微一怔，旋即他脸上也是流露出一抹笑意。秦兄有什么事情但说无妨。他还就怕这少年没有有求于他的事儿。然而站在秦逸尘身边的舒心却被他的态度给震惊得有点懵了。他看到了什么呀？这个一路上被我任意欺负的家伙竟然被名震王城的周大少爷称呼为秦兄。要知道周天卫虽然没有名列天林三杰，但是脾气却比天林三杰还要孤傲，王城还没有人看到他对哪个人假以辞色，更别说以兄弟相称了。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
舒心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眼前这个不过比自己大一两岁的少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带了一批货物，刚进王城就被人给劫了，不知周兄可否出面帮我要回来。秦逸晨在周天威面前却神态自若，并没有对其阿谀奉承。唉，真是人善被人欺啊，可怜我的全部家当。他一边说着一边叹气，仿若是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就差没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周天威自然不相信他会是什么善良，一个连自己都能无视还能与自己讨价还价的家伙，若他是好人，这世上还会有坏人吗？不过能让这小子吃亏，这倒是让他心中暗爽。但是周天威嘴上却是说道，何人如此大胆，竟然敢抢秦兄的东西，来人备车。此时在舒家大院门口，一群护卫正忙着将车上的货物给卸载下来。在门庭之前，有着几个衣袍鲜明的人正满意地看着那一箱箱被卸下来的货物。大哥，那个打伤蓝晴的小子还真够猖狂的。舒如烟的三伯此时正满脸笑意地对着一个比他看上去年长一些的人说道。舒蓝晴就是舒如烟的表哥，舒家大伯的儿子，也就是那个被秦逸晨踹断了几根肋骨的青年。哼，那个大伯听到三伯的话语冷哼了一声，然后脸上的笑容稍稍收敛，问道，老三，你怎么光弄来这些货物？那小子和舒如烟姐妹呢？怎么没一起带过来啊？大哥别急，我可是打听清楚了，这些货物可是那两个丫头最后的资金了，只要我们手中拿着这些东西，还愁他们不乖乖就范吗？三伯冷笑几声，眼中也是闪过一抹隐晦的厉色，旋即他接着说道，只不过那个打伤蓝晴的小子说他认识周天卫，周家大少，所以才让他趁机溜走了。周天卫，听到这个名字，大伯的双瞳顿时微微一缩，眼中浮现出浓郁的忌惮之色，站在周围的人也都是微微一愣，甚至有些显得站立不安。周天卫，周家大少之名，整个王城中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呢？那可是一个喷嚏就能灭掉他们的存在啊。大哥不必担忧，那小子连周家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可能认识周大少？就在众人惶惶不安之际，三伯再次笑道。听到这话，众人心中便释然了。周天卫呀，那么高傲的存在，岂是那么好结识的？在他们看来，秦逸晨不过是想借周天卫的名头来唬住他们而已，真当他们傻呀？哼，那两个丫头真是翅膀长硬了哈，现在竟然去结交这种狂妄无耻之徒，这一次非得好好的给他们姐妹一个教训不可。就是四叔去世后，看看他们两个女流之辈叫我们的飞乐商会经营成什么样子了。大伯，还是赶紧将飞乐商会收回来吧。蓝晴和如烟的婚事也要尽早举办了，不能一直拖着，顾了蓝晴啊。在察觉到自己仿若是被吓到了，顿时众人一个个恼羞成怒，都是一个劲儿的叫嚣着。而站在人群中间的大伯听到这些请求，面色也是变得无比的端正，似乎是在考虑